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答题的规则。我们桌上有五台外观时尚小巧、可以精巧折叠、多角度拍摄的三星 Z Flip 4手机，里面有需要各位回答的问题。每一组搭档轮流上来抽取一部手机，并读出问题，所有五组进行作答，答对就可以获得一分。最终回答问题积分前三的搭档就可以在旁边抽取画作的兑换券。凯哥，你来抽第一道问题吧。于西，选哪个？咱们这边这个吧。这个。嗯。好。老奶奶面前一共有几袋大米？面前。就是写的共同富裕的那个袋子，袋子。来，三二一，请亮答案。三袋。三袋吗？三袋啊。哎，你们还是有画板的人。不是，什么叫大米啊？哪个长得像大米、啊？他们都不知道那个是大米。不是很大的那个白的那个吗？对啊。啊。不是那个叫大米吗？那不是米仓吗？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三袋，恭喜这四组都答对了。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记忆力，是我们物体盲，你知道吗？画得太好了，然后忘记了，一直在润色。来，沙哥抽第二题。老爷爷的嘴巴是张开还是闭上？啊？对。你几个牙不会问这个吧？有人这样笑的。这个问题咱们讨论过了，还是那个啊？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，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。啊？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。啊？不对吧？我们讨论过的，真的。Baby 答完了吗？想想，让我想想。等我再想一下，让我再想一下。你再回忆一下，我只画了他的胡子，然后在胡子底下我就没画了。真坑人，我一直在润色给画，谁注意那嘴了开着？你别，我觉得应该是。都不记得了，咱们都去干啥了？咱这几个人，我们记得。好了，来。三二一，请亮题板。这是张开的 ，baby 张开，闭上的，沙哥闭上的，开，正确答案是张开的。天、yeah! 啊！我写的张开，我给改了。人十八颗牙亮在那儿呢。你们两组，你不是带笔跟纸了吗？全记住了，说了不全让你们记住了。我们是有本的人，我们是有本的人。我中间我还说了，我数数这老爷爷有几颗牙。哎呀，我写的张开，我给老爷爷嘴以上的特征我都记住了。我们画了胡子，抬头纹你记了吗？有几个抬头纹。锤哥，你来抽取一道题。迄今为止，咱还没得分呢。拿着稻穗的老奶奶在干什么？
那就给他们看，别管他们，别管。稳稳的这回，稳稳的。不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吗？我真的，我打死你，郑哲元，你能不能闭嘴？来人，把刚才给张咪咪的哑药给郑哲元上一份，让他闭嘴。来吧，好，三二一，请亮题。全员回答正确，跟没得一样的。我以为我们要大获全胜呢，结果。湖中有一个儿标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我没听懂。跑男的标，跑男的标，那个英文字母。哦，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发一个就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三二一，请亮答案。在左上角那个车上，左上角的车上，大米袋子，收割机，收割机上。拖拉机上，是收割机还是拖拉机？你那绝对不对，拖拉机不对啊，拖拉机不对，收割机。我说的那就是收割机，不对，不可能，就是那个里面有拖拉机。我写错了，就是收割机，不就第一个最大的那个吗？这一题，白鹿、晨哥和凯哥得分。我这不算吗？你这错了。我们两个败在了常识上，不知道那叫什么。最后一题，拖拉机拖着的农机是什么颜色的？等会儿，导演，是拖拉机什么颜色，还是拖拉机拖着的那个是什么颜色？拖拉机拖着的那个机器是什么颜色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这不能再错了，不能再错了。来，三二一，请亮结果。全员答对。我们知道的都知道。怎么回事？咱们能不能问一点难一点的？你能不能问就是有绘本的人会的东西？你带上有什么字？共同富裕。有几只羊？七只。那三个人分别穿的什么颜色？棕色的衣服，蓝色的背带裤。好。三个人的脸朝向是什么样的？第一个左一是朝我们，另外两个是朝这个田，那个麦田。那个右边房子有几扇窗？三层，有两个门，四扇窗。哇！然后呢，第一个人手里用的是电脑，第二个手里用的也是电脑，第三个手里是无人机飞手。你这是私家侦探培训学校吗？大家刚刚看到的画叫做《我们的共富路》。是由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徐子轩同学创作的。画中正在施肥播种的无人机，割稻的大机械，漂亮的住房，堆满的米袋子，村民幸福的笑容，都展现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的新变化，也是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本。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公布一下刚刚答题环节各位的成绩。郑凯白鹿是都得5分，然后晨哥组是4分，然后 baby 组是4分，然后沙哥组是2分，所以沙哥组不能抽。不抽也许是好事儿。怎么又抽不了啊？我们这个无缘。搅和他们，给他们归零。上。